由于翻到嚟香港第二日就要出席活动，时间咁问水，所以钟嘉欣呢日由机场直接扑翻嚟将军我屋企，之后凳都未坐暖，嘢又未食，就会合助手争取时间扮靓，准备开工啦。话晒坐咗十几个钟头飞机，多数都冇啖好食噶啦，所以嘉欣首先揾咗间面包铺买个松饼翻热顶住肚先。然后再去美容院收夹，每个隐蔽角落坐低整足45分钟，完事就翻归继续臭女，直到第二日嘉欣 BB 终于再次同 fans 见面啦。不知系咪香港天气转冻，嘉欣有冇准备太多冬季衫俾 B 女嘅关系呢？所以完全工作后一日，佢又再次出动啦，拉住妈咪一起去 Uniqlo 买足三大袋先翻屋企。之后一仔仲见到唱片公司老板向文上楼，断估都系嚟探下 B 女 Kelly， 顺便邀嘉欣出山接 job。不过嘉欣一早公开落闸，讲明限量接 job， 丑女优先，拍剧兼大 project， 一律免问噶。